两个小笑话。第一个笑话就是有一条橡皮筋，他走在路上，他走着走，他上面满腰，他就没走了。如果你给我擦三下，我就放过你，不然就是把你抓去警察局。然后那女的就说：“好吧，那我走。”然后旁边坐了一个金发的女的，然后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对我们见证的。”然后那女的就说：“好吧。”然后就把他叫了。一开始是机理对他的中规中矩的，一。Never too late。If I don't feel